你好，哎呀，大米了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顶着玛利亚台风造成的焚风，志工要赶来看老朋友。台风到了，我们来看看你啦。曹奶奶的家在2206地震曾出现一条大裂缝，如今刷上新油漆，抚平伤痛。人们安心，我也高兴，我有什么也是多满意呀啊！也谢谢师傅啊。穿过大街小巷，另一位潘奶奶地震后自己一个人搬到这间矮房子，不过志工没有忘记她。台风玛利亚虽然不会直扑东部而来，不过志工严阵以待，多送一份关怀就多一份安心。台视新闻整体刘宏志花莲报。